大家好，我是陈小姐啊，我原来来自于中国上海，现在是在美国，居住在美国的中西部州，爱荷华州。我在这边已经是有13年了，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这边的环境和情况。那现在呢，我在美国爱荷华州是，和我的家人一起经营一家当地的花铺 （garden center），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在这个经营花铺的时候的话，我会借这个 vlog 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，种植方面，特别是我们比较专长的水培方面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经验，同时呢，也会有很多关于烹饪方面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小的技巧，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小技巧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同时呢，我们这边还有任何的日常当中，值得分享的东西，都会在 vlog 上面跟大家一一的展现出来。所以，今天是 vlog number one，然后，希望接下去大家多多支持，给我一点意见和建议。那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